the most beautiful time of the year. Lights fill the streets, spreading so much cheer. I should be playing. 今天去了711了，要买一些零食。鸡翅膀呢，这个也好吃，这就是鸡肉的，有两个口味，这是辣的，这是不辣的，这个辣的。然后再接杯可乐吧。就是中杯，然后就是大杯，3.5，好贵。然后我要可乐是。有点整懵了，这个这一杯，你看他的眼神，快点过来。然后那个母猫怀孕了没有？母猫就怀孕了，然后很抗拒它，老是打架。抗拒他为什么？不知道，老是打架。妈呀，才七月。先接回来的。才七月，然后我看他那眼神有点忧郁。这几天都这样。为什么呢？然后昨天晚上还跟那个小母猫视频两个，这也视频一笑。视频。把我笑得要死。两个。昨天晚上两只猫开视频那里叫。搞笑啊。不是人弄的。他胖了好多。胖了，胖了很多。妈呀，现在都小七月。十一斤了，上次抱他回去的时候。嗯，小七月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七月了。他都可以搞个月了，六月。上次是六月，现在三月，十个月了。10个月了。你看你10个月变成这么壮实。你干嘛？你干嘛要趴着？过来，抱抱，抱抱。今天来一家名字有点浪漫的餐厅，叫做泰坦尼克号。然后满满的简式风格，然后吃的也是柬埔寨菜。然后找个地方坐一下。然后还能够看到河景，哇，这都长青苔了。但是这家呢，它这家店呢，它是已经很久了的，就是很有名，在外网啊，然后还有在那个，很多都是挺有名的。然后外面的话应该是比较热，然后就不去外面坐了，在这吧。这里投影上还有电风扇，吃的就是柬埔寨菜。这的河景还是可以的，晚上这些船啊都可以到船上去吃饭的，就是傍晚的时候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非常的惬意。中午的时候呢就比较热，现在划过了一只柬埔寨疍家人的船，就是他们都是在船上维生，你看还在船尾晾衣服，然后整个家都是在船的上，都在船上，然后在船上生活。然后疍家人的船上呢还有卖东西的，
我看到有卖菜跟卖水果的，也许他们也有在打鱼，或者是卖一些海鲜啊这些，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然后他们到岸边的时候还放了一个音乐，就是告诉别人他来了。听不懂什么音乐，好像没人买啊，他带着他的儿子，没人买又划走了。这真的是生活不易啊，你看在那个船上生活，就是拉着那个毯子跟一些很热的那种塑料薄膜挡雨吧，然后这就是他们的家了。只能感慨生活真的不易，且行且珍惜吧。这小猫太饿了呀，再给你一个，来喵喵，喵喵，你看它饿的，它皮包骨了，我们好多天没能吃了。星星应该拥有雨滴，此刻我真好想躲进你的大衣，你为我挡着风，也帮我挡住狂风暴雨，在茫茫夜空里。
的小七，我的小七。长大了都不开心了呢，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像老头一样，深沉，一点笑容都没有了。Hello 啊，终于下班了，哎，这段时间真的是可把我累死了。今天又见了几个客户，然后办公室里面呢有一堆事情要处理，希望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吧。